卓兰地区在支持刘世芳，当然现在我们卓兰地区还有市议员林英荣，他也有参选的意愿，当然我们也都必须要尊重他，但是我们都希望在高雄的选战都能够保存实力，保存这个力量，团结全力对外，而不是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内部竞争啊，然后竞争是民主的常态，但是过度的竞争都是会伤感情啊。所以今天民村有这么大的不等度量和愿意这样做，那我想世芳跟我都很感动。